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如飞，又翻翻嚟时事观察嘅时间啦。第二节讲中国国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两个场合入面详细讲解了国内大循环、双循环这些课题。两个场合分别是7月22号和企业家进行的座谈会，以及8月24号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双循环比较容易明白，国内大循环会比较容易简化为是刺激内需，当然没那么简单的。国内大循环在内容上的完整性令它提升到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战略概念。我们知道下个月10月份会召开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会讨论“十四五”规划用来开局的方案，而双循环和国内大循环就在这两个月和企业家以及专家进行论证，可想而知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十四五”即是第14个五年计划，习近平主席在专家座谈会里面说，我照读，十四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读完，听众朋友，在十四五开局之下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以下是8月24号专家座谈会里面习近平主席的讲法，很浅白的，我读那段引文给大家听一下。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读完，很明显是外部经济下行和风险大了，于是集中力量开发更加有潜质的国内市场，是对宏观经济的动态调整。至于一直强调供给侧，照样是座谈会里面的重点。因为要发展经济，不理是对内定对外，都要继续将供给侧做强。我打岔为不明白供给侧这个词的朋友补两句，侧即是边，供给侧即是生产货品、供应货品这一边，强调改善供给侧，即是致力提升中国货品的质素和市场吸引力。回头讲回内外的问题，在专家座谈会的第五点，习近平主席就说，以高水准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读完，这一点有两个信息，是强调国内大循环的同时没有收缩到不理外边的经济机遇。第二点信息是，不只是仍然外闯，还要进一步改善游戏规则，令国际环境更加公平。此外，这个国内大循环的特点还包括将国内国际化，即是将个国际搬了进来。习近平主席在7月22号见企业家那时就说，照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经营环境，要实施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读完，好了，最后想讲的是，国内大循环是要将自己的事做实、做强、做优，
在七月份和企业家的座谈会里面，习主席就说，第四，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我国有8200多万个体工商户，带动就业人口超过2亿，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是群众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要积极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读完，所以这个国内大循环是做好自己同时不封闭的。最近论证的国内大循环并不是应对近年急转直下的外部环境的急就章，是中国十四五开局经济发展的新思维，是中国中长线的发展计划。那好了，我今集先讲住这么多，日后十月开完会之后可以继续跟进。好了，节目结束前做总结。听众朋友，双循环之下的国内大循环固然是中长线规划下的发展概念，不过对应于近日发生的事又刺激我有另一番思考。前几日8月27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教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异常严峻复杂的局面。他强调，中方既不会随美起舞，也不会任美胡来。那句说话讲得很工整，仍然是中国不惹事但是不怕事的总方向。而同期，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由8月25号开始进行欧洲五国访问。8月29号，王毅在巴黎发表对多边主义的睇法。大家不要被什么人权问题啊、处处碰钉子啊这些讲法带偏了焦点啊。王毅说，欧洲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和各国达成最大共识，就是要坚持行多边主义。行多边主义即是说不会靠边对立玩新冷战。美国特朗普政府干预德国和俄罗斯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再一次激怒了德国。欧盟其他国家行多边主义大概大条道理。中国推得合时合后的双循环之下的国内大循环，会不会正好可以为未来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提供一个防撞软垫呢？即是有路可退的。好了，第二节的时事观察到这里为止，我是余飞，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